往从火星营地往冷湖的方向走，还是跟前面这个大兄弟一块儿。现在是下午的5:30了，感觉我们今天就可以穿到冷湖了。没问题，两个小时，最多两个小时，差不多就能到，对吧？对，这铺装路面走得慢一点，可能速度是50-60，它也就剩60-70公里了，两个小时肯定到。对。太颠了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收听《咕嘟锅车内交响乐》，起奏！当当当，咚咚咚咚咚，咚咚咚咚咚。哈太颠了，车里面真的就跟交响乐一样，噔噔噔噔啊！不知道哪儿在响，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响。太，你看你这放了各种充电的，充电宝，它肯定碰啊响啊！哎呀，哎呀。不过这路颠归颠，但是没什么难度啊，轿车绝对可以来。就是说的是到火星营地这一家啊，对对对，因为到冷湖那前我们还没走完。看着路，看着宝马X3啊，看看看这是个啥？赶紧过去，这个拖挂没人要了，赶紧弄走。太远了，这好像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越野拖挂，还是双排轮，哇、哦，好威武呀！啥意思？不要了，感觉好像是拖不走了，放到这儿了。轮胎啥都好的吧？好好的，啊，这也不久，应该就几天前。开不了，前都锁着了。应该就几天前。里面的东西什么的都在。嗯，应该是下雨了，太泥了。雨太大了，然后拖不了，前车可能打滑呀什么的。哦，看呐，是前车是打滑了，你看。是吧？走不了了。走不了了，就放这儿了。哎呀，这好泥呀、啊、这。你看这车上都成啥了，全是泥。这应该是个操作台，看不见里边。然后、哎、燃油系统，燃气就是加热的那种排气管，四轮独立悬挂，美得很。这啥牌子的？这叫反正是出口的。我据我了解啊，这个数30万，这么贵，估计挡不住。哇天，这么贵！没想到吧？没想到。你过来看水箱，我的天哪！很大吗？这个水箱我感觉都像加的，咱要是水箱200升都不止。这应该是水箱。对，这是个水箱。然后你看看悬挂多结实。哇！正儿八经的越野拖挂。羡慕。这没有一个的大排量的带不动。大排量也没带走啊，感觉他前车肯定是个大排量，结果也没带走，太羡慕了。西瓜视频。